鸭王这边多少有点不讲武德了啊，对我包下这么死的手，是不是？霸王这边怎么上了个特瑞啊，这红丸还拿掉了，就是一顿踢啊，一顿踢。你敢升龙吗包？敢。成了成了成了，上信号兵了是不是？哎呀我操，欺人太甚，真的。欺人太甚了啊，不行就裸他是不是，怕什么，还一手还一手啊，一个升龙一个玫瑰。改成八比零，不不不不，不要不要，我觉得七比一比较合适。这局阿包要雄起了啊，你们就看就完了好不好，这一手马力谁受得了。哎呀，哎，必杀呢？哎，这哎哎哎，我操！八比零，特瑞拿掉了啊！鸭王不接他的信号，不给面子，而且下手更狠了。改九比零吗？这局我觉得这红丸应该会立功的，你看看。哎，鸭王这边我操，这有过分了对吧，我包会说你不尊重他的，这不来一套大逼斗是吧，这个有点太离谱了。跳地站 C 前一接必杀升龙夹，那红丸就对吧，就入土为安了。莫欺少年穷啊，死者为大。必杀呢没出来，立功失败是吧。哎，你看你看，鸭王这红丸啊展示的不错啊，这会儿框框失误啊，雷光拳呢，哎，该出一个了，九比零，这真是太遗憾了，真是太遗憾了对吧，鸭王这局该懂事了啊，小心小心你失去包王的使用权，落得跟叶枫一样的下场。上一局就很明显了，对吧，他也知道九比零之后变成九比一非常难看，想变八比一，这没想到霸王什么都吃，你导致他现在不敢出了啊。震一下来背身，哎呀我去，
这要是反三，我，对吧？这个就漂流瓶联系了，漂流瓶联系。关键反三你得有那实力，是不是？那红丸已经走了，这守大门的话，据我观察啊，算了，我先不观察。做个人啊，做个人，做个人。哎，成了，成了，成了，这局怎么输？是吧？完全不知道怎么输。八王有可能还能多拿几分呢，我跟你说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小子，这小子。怎么个意思？想收网了啊！你看，你看，直接打死我就不打，送你个气，就要在你脸上写一个惨字，一个不够写两个。八王让九追十是吗？哎，这怎么又快进了？怎么卡的？哎呀！哎呀哎呀呀！八王，我怎么发现他们这大门换了这个平台，全是下跪啊！玛丽打点太高，大门这边卖血抓变成了拍大腿。我操！哦，细胞太盛。